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板。今天想给大家看两块比较有意思的石头，就是这两块。这两块石头单独拿出来看的话，它没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但是要把它俩放在一起呢，你会发现有奇特之处。因为它们两个长得特别的像。这两块石头捡回家应该有可能有1年多了。说来也奇怪，这两块石头只是在相隔可能500米的地方捡到的。你看它俩，这是黄蜡石与石英石的共生体。你看这两块，它们的颜色这个线条啊，基本上呢都是差不多的。看，把它俩放在一起，像一个大人啊带着一个小孩啊。是不是很奇特？真是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啊！它们的颜色、它们的线条，你看，好像是同一块石头上掉落的。这里面的线条是带翘色的。